台湾的查甫囝，来来来，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时段呢，八点半，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博杯的比赛。八点半博杯比赛，博什么杯嘞？我们的妙峰提供两只鲤鱼公，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幸福现场比杯，优胜人就可以带回家供养一年。来来来，今天哦，咱八点半哈。咱伫内底遐伫跋鲤鱼公吼，啊跋鲤鱼公，若要参加较紧嘞哦，较紧嘞哦。啊，若跋到说请转去一年吼，啊明年生日的时阵嘞，啊搁摕转来过一下火热了吼。今日要参加咱鲤鱼公跋杯比赛，较紧嘞哈，伫内底一边哦，庙内底遐啊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大家都要再带来一首歌曲。好、啊。好，来介绍第一首歌泰国的。情歌没有错，泰国的泰国的，即马要说来咧，带来是台湾的啊，较迄落较面一款的安尼啦吼。好来，各位啊，婆仙啊，较济咧吼，哎呦，啊咱的以父成全再欢喜，婆仙推者，赞啊！祭祀主位的各位，祭祀主位的各位啊！哦，没有人能够风在吹拂我，感觉超悲哀。你说要分手，失败的借口，因为怕被我甩。现在我只想要搬到他那里隔壁，不想在你跟在你身上的晒。我家隔壁，我又该跟谁对谁错？爱上了你，你拒我。We'll be right back.